队的。我是工作人员，领队在这边。到了再上就可以了吧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请你把这个放。自己推上车对不对？请问一下哈，等一下是坐九人座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等一下的车在那边，那台蓝色的。哦，那么大的，坐三十人座的。哦，那好，那好啊。对对对，那好。那大概车程要到？我们待会到秦美学的话，车程是十分钟。哎，还知道。那所以说，如果需要上洗手间的话，这边有刚刚上过，刚上过。不好意思，廖先生，廖文廖先生，给我两本。那就先不好意思，我是、这次有一个行前手册。嘿，好，李小姐吗？找，李小姐。OK。你就在下面接就好了，它慢慢放啊。用拉它就会解开了。然后再放，对，它会放下来，所以它稍微接一下。好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再下来，还能接来吗？好，滑下来，放一放。很逼放哎！这个餐桌上、啊。对，这个外面是红米汤，里面是八十
Thank you.
beautiful。